小 S 踉跄金马红毯，礼服好大胆显走光。网友吐槽：好担心礼服滑下来。25日，第54届金马奖典礼在台北盛大开幕。与往年一样，盛典设有红毯环节，这也吸引了不少网友的眼球。作为台湾著名主持人，小 S 携蔡康永亮相。作为老搭档，小 S 一直优雅手挽蔡康永亮相红毯，而媒体记者似乎对小 S 的礼服更感兴趣。一身蓝色深 V 礼服，网友们直呼真的好大胆。此次红毯亮相，小 S 一改往日的调皮豪放，非常优雅性感。很多网友表示，这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小 S 吗？但是一到拍照环节，小 S 便原形毕露，各种夸张搞笑的造型层出不穷。虽然性感，但显然有点动过太大，差点走光。小 S 只好当住众人整理礼服，这让旁边的搭档蔡康永简直无法直视。网友们纷纷表示，小 S 成功的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，效果达到了，快把衣服换回来。